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蝎子啊，这是今天我那个刚到的蝎子。哎，还是挺那个什么，挺安静的。我去，弄弄头发。咦？是。弄一身头发，这头发谁的？是不是我老婆的？还是别人老婆的？这个蝎子啊，是那个是黑亮黑亮的，是那个钢琴黑啊。这个不是那个雨林啊，这个不是雨林蝎子，蝎子。这个蝎子跟那个帝王都差不多大，体型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只蝎子，黑亮黑亮的啊，是一种那个钢琴黑的那种颜色。这个钳子是非常大的啊，来，这个你们不要学着上手啊，这个东西，你学不来啊，弄不好的话，蛰你一下，那可比那个马蜂给你来一下可痛苦多了啊。幼体这个蜘蛛，它那个这个尾针啊，它是白色的啊，幼体尾针是白色的。这个东西可以喂那个面包虫啊，那个大麦虫、蟑螂啊都可以，虫子基本上都可以。不能安静点在我手上待着，哎，这模特去。这个断货已经很久了啊，这是我刚拿到的稀有的东西啊。看一下啊，养蝎子也其实蛮有意思的，我还有一对帝王。然后那个这个蝎子，那个我是这边是做也开始卖蝎子，这个蝎子还是比较贵的啊，幼体啊四厘米左右是98块钱，雅成是8到11厘米，那个是那个180，成体的那个这个蝎子是290，这个蝎子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。那个你们如果是想要的话，那个价格我可以适当的给你们优惠一些啊。那个幼体那个实在是没法优惠啊，亚成的和成体的可以给你们优惠一些，你们谁如果想要的话可以优惠一些。来，进去。哎呦，在上面待着不下来了。来，我们给它布置一下环境啊。哎，这孩子跑到我这个胳膊上去了，走了。哎，不要轻易上手啊，这个东西不要轻易上手。蝎子也是一个非常好养的一个动物啊，跟蜘蛛都是一样的，比较好养的一个品种。这是那个我店铺的里边的那个中号盒子，然后我配的是那个大号的水壶。
现在这个土呢湿度是正好的，我就不需要给它那个去加了。它的这个钳子很大，不知道这个如果上手的话，给这个手指的话，夹一下是不是比帝王蝎还狠一点？它的这个钳子比那个雨林还有那个帝王蝎都要那个大一些。哎呀，看看这个夹子，来，来，拿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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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熊货，这个蝎子那个还是比较小一点，这个是亚尘啊，这个亚尘呢，它的那个尾针还是属于白色的。刚才那个蝎子那个尾针啊，那个毒针它是那个红色的。哎呦我去！哎呀！蝎子我店铺已经上架了啊，你们如果谁喜欢的啊，这个货不多啊，你们谁喜欢的话那个可以找我啊，那个我适当的话我适当的给你优惠一些。这个幼体的话我是没法优惠啊，这个亚成的还有那个成体的可以优惠一些。来来来，下来放开！哎呀，抱着个卫生纸干啥呀？卫生纸能吃啊？抱着。哎，这个亚成的好，亚成的好看。现在这个湿度是正好的啊。这个蝎子挺帅气的，哎呀，这个看看这个蝎子，上手不要学啊，那个还是这个玩蝎子一样，那个我觉得蝎子那个有25厘米的镊子就可以了，不需要那个太长的啊。夹的时候直接抓它的尾针，看到没有？一拎就起来了。哎呦我去！激烈的反抗，竟然他激烈的反抗，黑亮的啊！非常好看的一个蝎子，这边，难道你已经变温顺了？哎我去，跑了我去！哎我去，竟然亮针！哎呀，我不用捏的不行。
万一被这家伙炸下，岂不是很痛苦？吃面包虫啊，面包虫那个跟那个大麦虫啊，那个蟑螂啊什么都可以。蟑螂好像它抓不住啊，得你把蟑螂都捏死啊。这家伙，我感觉它有点那个搞不定啊，抓不住。蟑螂毕竟跑得比较快。另外这个蝎子的那个湿度啊，湿度也就是在这个70到80之间啊，然后温度基本上这个东西它是17、18度，然后到30度以下啊，18度啊，18到32度以下吧，都是可以正常的。哎，我去，来喝点水。这个盒子扣的时候啊，那个盖子啊扣的时候，那个你要是对着这个沿儿啊，它这不是有一个槽吗？如果是对着槽的话，它那个盖子比较紧。如果说呢你经常会打开的话，这个东西你就需要那个把这个放这边啊，这个卡槽啊对准了，这样的话就那个就那个比较严。哎，这个盒子好像跟那个，哎，我就说嘛，这个盒子跟那个盖子都不是成套的，我去。我说这个怎么跟难盖？哎，我看一下啊，然后找个地方一放就可以了，非常美观啊。好了，这样的话就已经安顿好了。你们可以配一个躲避的啊，你们可以给他那个配一个躲避，啊，花盆啊什么的都可以，啊，树脂的躲避都可以。不过这个家伙要躲避以后啊，老是待在躲避里边，而且那个会把那个躲避里边土全给你刨出来啊，就这样。好了，那个我这个视频我就做到这里啊。